娜娜要生了！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 哎呀，在那边呢。那个，啊啊啊！看你快要让他们手笨脚的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拿你的衣服吧，真是的。哎呦，哎，你这么晚都把药都给挤了，哎呀，你还能多错那干什么？走，快点，快点。好，赶快走，快点，快点。 进去一会儿了。嗯，你们，文静，回头再找你算账。随时恭候。哎，你怎么不进去陪着呀？啊，我能进去吗？ 可以啊，交100块钱。哎，真的可以。进去吧，娜娜想顺产，你给判断一下。放心吧，走吧。好。赶紧的。文静，你回去吧，这儿有我们的。那好吧，周总，娜娜生了一定要通知我。好，你放心吧。方叔，再见。再见啊，再见。 用力呀，使劲儿！呼吸，用力。娜娜，娜娜，别怕啊，我在旁边呢啊。没事儿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哎，你爸在外头呢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调整呼吸，调整呼吸啊。 电话跟老头都跑过来了，哎呀，怎么样了？已经熬了一段时间了，娜娜非要坚持顺产，为了孩子，当然顺产好了，就是苦了娜娜了。女人总得过这一关呐。 娜娜。
你要疼，你就大声喊出来，千万别憋着啊！我现在看你这样，我心里头难受。使劲，再来，喊出来，啊，来，喊出来，好。好点没有？要不这样吧，抛一刀吧。啊，不行，抛吧。抛吧，娜娜。啊，多疼啊！你现在。不行，你就扛着啊！我又没跟你好好，你好好我也听不见，反正我都习惯了。再来，你这太受罪了，叫出来！丽琴，怎么样了？看不下去了，像上刑一样。杨大夫，姐。哎，那个娜娜到底怎么样了？大夫建议侧切，她不干，差点把大夫给骂了。哎呀，这个孩子！哎呦，那就别让娜娜遭罪了。丽琴，只要孩子没问题，那就让娜娜坚持。那就坚持。喊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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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以后再也不生了！不生了，不生了，咱不生了啊！咱以后再也不生了，都怨我啊，娜娜，都怨我啊！不哭了啊，不哭了，咱剖腹产吧。快出来了啊！使劲，一二三，加油！用力，加油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一次！好好，走，再来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！好了抱给这只母狼，哎，这是我儿子吗？啊，是啊，下次你再生就到山东里了啊。去送你父母回去吧，他们一路来辛苦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
多陪陪儿媳妇儿啊。还是我来陪吧，我照顾起来方便一些。你知道老糊涂了，因为那男的不能进产房。我爸把这茬给忘了。就放心吧，两天以后带上孩子都回家了。没事，谢谢你丫的。哎，哟，哟，娜娜出来了。娜娜，妈，娜娜，你受苦了。妈，你没认了我吧？没有，妈没有扔下你，我就不信你会认我，我不信。奶奶，妈怎么舍得扔下你呢？孙子，你考虑好给孩子起什么名了没有？哟，还没呢。那我得好好动动脑子。这回不能起了像顺子那名那么别扭。哎，我名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你不管谁领道，不管领的正确还是不正确，跟着就顺拐了。这是个什么名嘛？这顺顺拐什么呀？真是的。你这顺子，你听你爸说的啊，那总跟别人反着想。杨凡，杨凡啊，哪个凡？平凡的凡。本来就平凡嘛。杨旭，旭日东升。哎呀，哎呀，不好，我觉得这个发音啊欠了点儿。嘬着口啊，杨建，杨建，杨建，哎，那你爸起这个名挺好的，健健康康多好啊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好什么呀？杨建、牛建，一听就是。再来一个，杨勇，勇敢那个勇。哎，这个名儿好。哎，这个挺好啊，勇敢的勇。嗯。哎呀，老头子，这个亲家母会不会觉得这个名字俗气了点儿啊？哎，我给我孙子起名，听亲家母的干什么？人家的感受你也得要考虑到嘛。什么考虑到？我的孙子。好好，你的孙子，真是。哎，顺子，哎，一会儿路过超市啊，停一下啊，我给娜娜买点猪蹄儿熬汤喝。哎呦妈呀，看给您激动的。那当然了，娜娜是顺产，我肯定高兴啊。那身体啊，得早点补。行。都是化学东西，这孩子能用啊？这多好，软和和的，放这儿吧，拉起来也顺手。帽子扣上，别上风。赖吗？好。小心头。
爸妈回来了啊！回来了！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哎呦，宝宝！哎呀，爷爷奶奶，看来爸妈，看宝宝，回来了！哇塞！哎呦，你看看他这个小鼻子、小眼睛，跟顺子小时候一模一样。放心，是顺子的种。你这怎么说话呢？是的，看着你这张嘴，孩子还在这儿呢。我是要让宝宝知道，他爹叫顺子。我用不着，我自己来啊，妈给我来。哎呦，二宝，我是爹，我是爸爸。我是来来来，宝宝宝哦。宝宝不哭哦，我们换衣服去啊！我们去换新衣服哦，宝宝。嘿，换新衣服，换新衣服啊！外婆买的可漂亮的衣服了。哎，娜娜，我给婴儿买的那些包布都放哪了？哦，在屋里呢。啊，你去给我拿去。哎，那宝宝，爸妈，那我们先上去给小孩换个衣服啊。你们先上去。哎，新衣服漂亮着呢，买的新衣服。哎呦，爸妈，快上去。算了，我们不上去了，等他下来吧。多余。那我跟你们聊聊天吧。哎呀，不是这样的。你外婆那个时候就教我，哎，是这样子，看好了啊。也推了你一把。哦，对呀，也推了妈妈一把。怎么跟抢孩子一样？宝贝，这就是隔代亲。他是你的宝贝了。当然，你无所谓了。那我回凌晨了。别威胁妈妈。什么呀？啊，什么呀？尿戒子。哦，我看沙口村他们给小孩都用这个。尿戒子？现在谁用这个呀？反复使用多不干净。哎，可能是顺子他爸妈带过来的吧。你什么味道呀？怪怪的。怎么有股肉汤味儿？别用了，妈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啊，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哦，不哭不哭不哭，来。妈妈抱你，哎呦，哦，你最乖了，你最乖了，哦，乖乖乖，哎呀，外婆在这里呀，啊，哦，不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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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看这小嘴，长得真像你。给我讲讲象棋的事儿吧，我最近对这个象棋特别感兴趣，啊，我翻了一本棋谱，叫……孩子哭了。没事，看电视，看看去，看看去，肯定是饿。没事，上面有娜娜，没事吗？那个，那您再接着给我讲这个，哎，那兔子能拉犁，还养骡子马有用啊。穿干净了就舒服了啊！哎，又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怎么啦？尿了！尿了！快来，快来，来来来，我给换。还是这个好用，方便。这个我知道，出门的时候用这个，在家还是用这个。你摸摸，这是棉的，不伤皮肤。这个反复使用太麻烦了。有不麻烦？你看我给二宝带了多少啊？孩子一尿就换一片，多方便的。再说啊。你那个是化学的，伤皮肤，这几个小时啊，屎尿都裹在一起，那孩子能舒服吗？这个是环保材料做的，不伤皮肤，不要紧，经常换换没关系。来来，哎呦，这勤换这一天呀，要用十几片，多浪费的，还是用这个吧，这个环保啊。其实这，你这个反复使用。不卫生，怎么不卫生呢？我拿开水一烫，挺干净的，也没有味道。再说这个洗呀，不用你们管，包给我了啊。来来来，还是这个。哎呀，有这个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就那么不懂事儿啊？你啊，
人一说跟不上形势，就是跟不上形势。你懂什么呀？那顺子小时候换尿布，你换过几次啊？真是的，你看这老头真是。快来给我来。嗨，尿布这怎么？你什么都不懂，就知道瞎搅和。哎，你干嘛呢你？啊是不是？看他多享受。